起拥抱。祝贺你，孩子，来握握手。谢。唱得非常好，唱得非常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声音条件非常好。蔡彤，这样啊，我也特别想跟蔡彤抱一下。哦。因为怎么呢？熊抱一下。你知道《小草》这首歌是谁的拿手曲目吗？谁呀？我师傅啊。赵本山的，还有动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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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。踉踉跄跄的。他唱就是这样。这样。没有花儿香啊，我没有树高啊，我哎呀起高了，哎呀起高了。不是这个歌啊，一想到小草，可能很多表演者是哎，赵本山老师曾经表演过。对。但是我相信，通过今天辽宁卫视《天才童声》，蔡彤演唱过以后，人们会记住另外一个小草的演唱者。加油，蔡彤！好，谢谢。阿静。他是个发自内心很快乐的孩子，别看你在这个家庭方面物质上面有一点小小的匮乏，但我相信你的家人给予你的爱不比任何一个父母给你的少，所以你在精神上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富有的。嗯，谢谢老师。但是你的经历啊，我也想说，不管母亲是什么样，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，就是彻底离开我了啊，我的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的姐姐，我认为所有人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的童年是什么样 的，但是我永远都是阳光的。对，原因我在蔡彤身上我也看到了，因为你拥有一个坚强的妈妈，这点太重要了，孩子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